一只干饭猫到底有多少餐具呢？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怀特所有干饭的餐具。第一款是一个奶萌奶萌的小熊盘，淡淡的黄色非常好看。第二款也是颜值超高的小熊盘，边缘的裙摆设计配上蓝色蝴蝶结，少女心满满。之前吃棒棒糖就是用的这一款。第三款是一个大眼蛙盘，食物的颜色没有拍出来好看，但是造型很 Q 萌，吃奶酪的视频用的就是它。第四款是一个兔兔盘，同样也是奶乎乎的配色，真的很难不爱。第五款我超爱的猪猪盘，这个盘子会稍微有一些深度，能给怀特做奶泡冻干，所以使用频率很高，虽然是塑料的，但是有一层磨砂质感。第六款是一个碗碗，是那种脏粉色，表面有凹凸不平的纹路，通常我会在给怀特自制美食的时候用。第七款是一个小炖锅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买来还没有用过，下次给怀特炖汤就用这个吧。好了，我要去给怀特做椰子鸡了，下期再给大家继续介绍。